牛油果是否高熱量生果？好多人会问牛油果是不是很高熱量的，成日吃是不是很易肥的呢？在营养来讲，牛油果含丰富的钾质和脂肪，钾质含量是生果中属最高之一，比香蕉高接近一倍。而牛油果本身是属于高脂肪和高熱量的生果，一个牛油果的脂肪含量占每日建议摄取量达七成以上，当中大部分是单元不饱和脂肪，俗称好的脂肪酸，对心血管和血压或者有好处的，但始终是脂肪了，所以想减肥的话，牛油果就未必是首选了。至于食法，洗净去皮之后可以将肉切成薄片直接吃，或者加入沙律菜一起吃，而成熟的话更加可以涂抹面包或者饼干添。最后讲点拣啦，拣选即时食用的牛油果可以拣深啡色外皮，果身结实而有弹性，而拣浅啡色就可以存放多一至到两日就会够熟的啦。Created using Powtoon.